网友评选顶级富二代演技排行，首先垫底的姚安娜，华为小公主，看得出她演戏已经很努力了。但列兵播出后，剧中的表现却备受吐槽，甚至被网友调侃你比较适合演喜剧。第五位向佐，香港大佬向华强是他父亲，女强人向太秦岚是他母亲。为了儿子的演艺事业，两位没少动用人脉，像李连杰等大咖都是他的合作对象。可惜因为向佐演技夸张，颜值又不符合大众审美，以至于演技备受诟病。第四位马伯骞，父亲是著名建筑师马清玉，名下企业多达20家。马伯骞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，而闯入娱圈的他，早期演技是备受吐槽，不过偷偷藏不住中的桑延一角，倒是让网友们改观了。第三位曾舜晞，父母都是商界名流，少爷18岁就已经游历10多个国家，进入娱圈演戏，完全就是体验人间疾苦。不过演技倒还不错，去年还凭借《莲花楼》小火一把。第二位郭麒麟，郭德纲最骄傲的儿子，庆余年中饰演的范思哲，搞笑呆萌有智慧，台词功底也相当不错，还是很有实力的。第一位魏大勋，父亲魏少林房地产公司老总，科班出身的他演技可圈可扁。他饰演的毛岸英，温暖坚定有力量；饰演的霸总孟宴臣，客气富丽，君子端方。能唱歌会演戏的他，确实就是吃这碗饭。